这是我们在泰国吃的肯德基，然后这个就是泰国的肯德基的饭，酸辣的拌饭，鸡肉拌饭，有一些洋葱什么的，这些是凉拌的，看起来是太吃了。然后最主要这里酱都是可以自助打的。这些吗？没什么区别吗？就是买这个套餐送这个套餐。好呀好呀。来尝一下这个泰国的这种凉拌鸡的饭，这个鸡肉是炸过的，然后但是里面的料就是凉拌的，凉拌炸鸡饭，很辣，味道有点冬阴功的那种酸辣味，但是不是。然后它上面有一些很细的小的那种颗粒。听泰国的朋友讲，它是，是那种泰国的米，烤过之后的米，就生的米烤过之后，然后把它冲碎，就是上面的颗粒状的这些东西。味道挺特别的。而且很辣，